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的话题啊，来个双评会啊，石其平和杜平，哎，反映我们希望平抑房价的这个愿望啊。哎呀，这个石老师，这个你们都是研究深刻问题的，我真得请教请教你们，因为最近我发现呢，就大家都在聊这个房产税的问题，而且呢，说房产税先别急，昨天他们说微博上都炒开锅了，因为呢，上海方面出了个新情况，你听说了吗？哎，你说你看这个上海这个发布消息的方式啊，都很有意思，它不是大张旗鼓的，而是媒体解读的，说是上海新年这个土地出让首拍，这个第一次，它不是这土地出让首拍需要发一些预告啊通知，有一个叫国有土地什么转让的这个预申请公告，然后是有心人在里边一条一条找，哎，找着这么一句，说这个土地啊70年之后无偿收回，这下爆出来大家才炸了锅，才发现到过去买的都是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事儿，之前不就是老在说说咱们买个房子就是租了买了70年租约，是，但是为什么这次这个消息出来又让人们这么不平呢啊，这实际情况是当时我想大家一般来讲都知道这个土地在中国的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权，都是属于国家的，这个大家明白啊，至于改革开放之后呢，就这一方面似乎也没什么太大的转变，但是又碰到这个房地产的问题，那然后呢，大家都好像政府也好，专家也好，学者这个老百姓也好，都形成了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默契吧。这个默契反正是70年到期以后，我不太相信政府那个时候就这么一下子说收回，我大概就不太敢想象会出现这个状况。而且我再跟您提一个啊，这次还有人提，就说是比如说任志强，有人就问他说，任总你对这事儿怎么看，他就一句话说违反物权法，后来我这一查呢，2007年10月1号物权法149条，讲的是个什么呢，说住宅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或者补一些什么剩余价值，但是呢，我就发现广州有个律师讲了，说是这样看这个物权法149条啊，是强制性规定，如果是强制性规定，那么你说要无偿收回就违反物权法，但如果不是强制性规定，你不算违法，那么我就一头雾水。现在70年地契是这样，就如果这真正的按照地契的这方式来理解的话呢，就70年到期以后啊，等于说这个国家土地就不能由你使用了，等于说建在国家土地之上的那个房子等于说也不属于你了，就按照这样的法律上的理解的话，但是还有一个选择呢，就是说永久地契，就999年的，那么就得算永久的，那么这样的话等于是你的完全是你私人财产，这个土地是属于你的，这块土地属于你的，是政府没有任何权利剥夺你的租用权啊使用权，现在等于说70年也好或者90年也好99年也好，实际上就是长期租用，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很多的理解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我买了就是我们的了，但是你不要想到就是房子建立在土地之上的，这个土地不属于你，是这样子的。但是过去中国没有这种说法，因为很多这个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很多东西都需要摸索，所以对这个地契的概念实际上是不是很准确的，所以过去都是比较模糊的说法，反正70年90年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也不相信到70年以后呢，对，这个房子就拿走了。我记得过去大家说起来对国家都是很乐观，说政府到时候不会跟我们为难的，基本上就自动续了，现在看来儿子继承不了房子了，说明这就是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理论层次的一些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处理得很清楚的，包括我们刚才讲产权问题，我们一般人都认为这个产权土地产权也很单纯，其实也不是，从法律学者角度来讲，有土地还有地上地下不同的产权的了，哎，对，地下你比方造一条地铁或者造一条这个它都会涉及到地下产权的问题，不是土地是一个概念，它可以分成很多层次的，那所以在中国呢，过去的话就是反正所谓共产主义吧，所有的产权都是国家的，那么所以在1979年之后的，为了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以一部分的产权呢也不能好像坚持再继续是公有，因为这个不利于这个效率，所以在一方面一部分放开了，但这个土地这部分呢似乎又好像觉得不能完全放开，所以可能就出现这么一种我们就形容这个不上不下的这么一个局面，这不上不下的一个局面呢，平常也没事儿，但是到了节骨眼的时候，哎，这个模糊，他就必须丑媳妇要见公婆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摊牌。摊牌的时候呢，
各每个人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号啊，各吹各调，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部分的争议了。哦，是这么回事。哎，他说什么共产主义？我刚从这个杜平老师那儿听说，他是新加坡土地都国有，我第一次听说。对啊，他所有土地都是政府来操控。政府来控制和使用权全部在政府手里面。那新加坡也是多少年？对，它有两种嘛，就是说过去我们对中国一直在想借鉴它的经验，就是它的公屋比较好，就香港的话就公屋，他们叫祖屋了，就政府补贴建设房子，就是我们在中国的话叫比如说廉价或者是保障房，像这样子的，那就建设这个房子呢就成本不是很高，但是政府必须补贴你的，然后让每个家庭都能够住。那么像现在这种情况的 80% 的人口都是住这样的房子，但是这样的房子的地契呢是99年，比中国多22年。但是99年以后呢，事实上我在问大家的时候，哎呀，九十九年过了以后怎么办？他说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我们想到大概活不到99年以后的事情。哎，但是这个事情是相当的模糊，对，相当模糊的这个概念。但是还有另外一种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参考，当然也很难模仿，就是说它也是永久地契的。它名字上9999993个9，999年，这样的是永久地契呢，实际上这个土地就属于你的，就是政府没有权利就擅自的把你赶出去，或者到了999年以后都没有这样。就有一个情况，就碰到这个公共需要基本建设的时候，它可以用土地征用法来征用的。对，但是就是说你这个。这个就是私有财产了，对吧？这个私有财产的保护呢，实际上它可以跟政府谈判的。嗯。但是70年以后，这就没有什么权利可以跟谈判的。这个就是说，私有财产的地位就不一样。所以啊，你看石老师，您这个研究这个房产税啊，这个现在也有人提，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所有权的、产权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嗯。有的经济学家就说，比如说现在要收房产税，反正是我看1月11号《广州日报》披露，说是重庆。第一家，重庆要收了，就是说重庆收这个房产税，但是最后他们打听到的，是144平米的以上的房子收，还有呢，你要是多套累加呀，在200多平米以上的也收，但是这下呢，很多中等收入的人不干了，说我们本来是支持收房产税的，打击他们这些囤房子的富豪，可是现在怎么收到我们头上来？就但不说这个啊，我就问您，就是很多经济学家提一条，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房子不是产权，不是私人所有，那么收房产税有依据吗？它是这样的，你看这个房产税的产是针对它的标的物是什么，如果是针对的标的物是房屋，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如果你针对的它是刚才讲的是房屋是建造在土地上面的，对，这就涉及到土地的产权问题。嗯。可是刚才讲土地产权问题到现在为止，每个人的解读又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就麻烦了。如果专门是针对房产，假设没有这个法律问题的话，这就比较单纯了。你在使用房子，你在拥有房子，所以我在对你课税，这个呢，在实际上操作上呢。就可以行得通的，但是你必须要先解决那前面那个法律问题。但说是收房产税为了这个平抑房价，你觉得是这个关系吗？我觉得不能够把它这么去理解。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好像重庆市或者上海市或者每个地方都出台了一个不同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设计方案，而且是有人说第一套房不需要，第二套房才需要，第二套房如果多大的面积以下不需要，多大面积以上需要，这弄那么啰嗦啊，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其实房产税呢，必须要重新有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制度，它不单纯是一个政策。就我们今天很多人把这个房产税看的是跟高房价、跟政府要针对这个高房价中间挂钩的，它可以，但是它不必然如此。因为我刚刚讲，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地方财税制度。我们都知道，1993年当时朱镕基进行所谓的财税改革的时候呢，有一个问题，今天从事后看，也许不是处理的非常理想，那就是中央跟地方的财政呢、不太能够平衡，就是这个中央的财政没有问题，地方的财政呢，朱总理铁腕要把钱收到中央，那么现在地方上呢就财政就困难了，那么因此也就逼着地方政府必须要到处去找财源，那么也这几年来土地财政就是这么一个形势背景下产生出来一个结果，所以你就必须要给地方政府找到让他觉得比较安心的每年持续可以收进来的一个财源，才能够避免地方政府去做一些他不应该去做的事儿。那房产税就是一个标准的
地方税，所以把这个房产税建立起来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很重要的一步，这个跟房地产的价格高跟低毫不相干，你本来就该去做的事儿就要去做，试点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试成功了然后普及更多地方，我认为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房产税，而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政策工具，就今天要平抑房价，这就是本末倒置。可是说地方政府还要这个开裁员啊，这个呢我又有一大疑难，咱们广告之后我再请教您。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石老师刚才讲的我有点明白了，原来这个房产税啊是政府的一个收入，对吗？对，它跟这个调整房价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对吧？但是我也看到那个资料说美国50个州嘛都收房产税，一般是税率是1%-3%，但是说是70%人家是用来发展比如说社区的义务教育，或者公共环境啊，那这个居民们觉得我交了我孩子可以义务上学，对吧？所以也愿意，但是你刚才讲啊，它原来是一个政府的收入的来源，对。可是我说我最近听见一个论调啊，说是政府钱多的就花不完，那么这又该怎么理解呢？我觉得是这样啊，你首先你不要把很多这个事把它混为一谈。你说政府钱花不完，是在某些地方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这样子的，就像你刚刚举了很多例子啊。再一个呢，你到西部地区看，你看了很多地方的政府真是穷到一塌糊涂的地步。你常常我就前几天还捡了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小朋友在西部地区，这几天天气特别冷啊，我这个白天睡觉的白天上课的时候，他都要在脚底下生个小火炉，这个火炉就是一个金属的玩意儿，他那边拼的。哇不哇吹，那个照片挖捡。石老师，你说的是政府还是小孩啊？小孩，你说的是民政还是官呢？小朋友。对，但是代表不代表他的政府也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教育经费太缺了嘛。他那个你说还不？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中国啊，从那个50年代开始啊，土地改革到现在为止呢。这整个土地的问题到现在没解决，实际上就是说过去有过去的问题，现在有新的问题了。那么就市场经济以后，现在大家都买房地产了，现在搞的土地现在是怎么样来规划，怎么样来发展，这不知道谁是拥有这个土地。你比如说从中央政府，这个如果说这个土地的话属于国家的话，那么国土资源部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非常细致的土地该怎么使用。但是问题就是现在呢，国土资源部它只有一个比如说大纲，但是地方政府怎么使用随他便，就像就是说这个政府管辖这块地方，这个土地就属于他的，不是说中央政府不属于国家，它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土地滥用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卖土地嘛，就赚钱嘛，就你讲的石老师讲的，有的地方省比较穷，所以政府就卖土地，从这方面拿出一些财政出来，得到财政的收入嘛。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个就是国家这个房地产为什么上涨那么多，实际上不是一个什么房价什么没有税或者是没有其他什么东西来规定的，而是因为大家都在吵嘛。哎，我是看了看各边观点啊，我就说，当然老百姓就想的很简单，你这个房价太高了，那但是怎么低下去呢？你让房地产商，就你好比那个潘石屹，我看的微博还说呢，说你要是现在他说北京采取的是限购，限外地人，限什么限什么，他说要是真心想让房价降下去，你要是说首按揭首付提高到50%，明天房价就跌下去了。那么另一些房地产商说呢，说是你土地出让金，是你增加土地供应，自然房价就跌。甚至于他们还算了一个账，说是今年这个土地的这个出，说今年的房价如果高的话，那么土地出让的价格将占更大的权重。那这又是怎么该怎么？我觉得这里面太复杂，就是你把它理一理啊。就首先谈这个土地出让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增加土地的供应。那事实上现在我们都知道空屋太多了，你再增加那么多空房子干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这条思路也不一定完全能够成立的。再一个呢，就是你今天看中国的房地产，如果单纯就房地产的价格来讲的话呢，其实它也宏观面的理由也有一些微观面的一些问题。宏观面的其实就是最近这两年货币政策相对是宽松的，而且说相当宽松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只要能够可以被炒作的东西，它都可以被炒上去。你比方去年不是很多农产品什么豆啊什么东西不都炒上去了吗？那房地产当然是一个更好炒作投资的，又直接一个投机的，所以你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那么至于说房地产本身究竟该怎么办呢？他刚讲的新加坡那种所谓的保障性住房或者政策性住房，今天中国的政府现在在开始走这条路，但这条路呢不是立竿见影的。不是我今天确定这个政策以后，明天这个房价就能够降下去的。但是我们必须要鼓励，而且肯定政府往这个方向走是对的。对，现在从这里啊，至于说房地产在进行投机性的操作的时候呢，你还是有一些政策手段来对付它的。你香港在去年就有一个叫印花税，印花税就是基本上就是你买卖的时候交易的时候你要课税的，你在买了房子以后半年之内就卖出去，就说明你是投机嘛，我就要给你课10%几的税。如果你是一年以后再卖出去的，我就税率降低；如果2年以后再卖出去，我税率再降低。新加坡也有这个政策嘛，对，所以这个东西很容易学的，我觉得很容易，不涉及到刚才我们讲什么物权法或者是什么土地制度了，我觉得这些方面也可以考虑一下的。您说啊，就是现在就是就像您说的，中国一方面是穷的叮当响，但是另一方面呢，不管是有些地方政府还是有些人，钱多的呀，那简直没处花，甚至没处花到他自己都着急。你比如说是温州，他们就讲吧，说温州炒房团进了古董拍卖场了，就是房子方面您还可能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他不炒了，他就去炒这个古董艺术品，所以现在也创惊人的记录。那我就觉得他们不是很担心中国的这个实业吗？可是啊，你说这换到我有钱，我也会算这个账啊。如果我把钱投去实业，这个都朝不保夕，或者收效太慢，我给房子投在房子上，投在哪里？当然是一本万利，而且更保险，这是人性的这个东西，你这个怎么调整过来呢？这当然就是说在过去不同的国家在不同阶段里面有所谓的类似像泡沫经济，或者叫做一般人把它叫金钱游戏。所以金钱游戏就属于你刚刚所讲的，我今天有一笔钱，我绝对拿来去玩那些金钱游戏，做那些金融产品的或者类似像这种股东这种炒卖的，我的报酬率要比我老老实实干制造业干工厂要更好。那这个对国家来讲是资源的一种错配啊，对长期国家的生产力来讲不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避免这种现象的普遍发生或者长期发生，偶尔发生在市场经济中也免不了，但是希望能够尽可能把它避免。这个从国家资源角度来讲，杜平，你观察的，你觉得有这个危险？我是觉得就炒作这个房子啊，事实上也是比较正常的。但问题现在中国的房地产的高价那么涨得那么快，并非是说因为炒作本身，只是个炒作问题。因为你现在就是国家整个的政策，把所有的人，不管你有钱的人还是没有钱的人，全部赶到市场里去，都走那么一条独木桥，所以你肯定这个价格肯定要涨起来。但是你没有给他提供一个新的选择，这个新的选择就是说收入比较低的，他不愿意从。石老师讲就是说现在货币政策太宽松，这是一个原因之一。但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他可以租赁或者是购买政府比较便宜的房子的话，他就不需要到银行去花那么多利息啊，去贷款。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保障性住房。对，保障性住房的问题。所以就说像新加坡的祖屋嘛，对，这条思路。所以要抑制房价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只是什么税也好啊，其他方手段也好，货币政策手段也好，关键的还是说让大家更多的机会去选择他们适合于他们收入的那种房子才。对，你说这个啊，我就又觉得中国人对房子的要求啊，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前人类发明了味精，20年前太太乐创造了鸡精，今天太太乐倡导鲜上加鲜，加一点鸡精，加一点舒之鲜，加一点鸡汁，味道好极了。科技是品质的源泉，责任是品质的保证，品质改变世界，三一重工。
才这个石老师广告的时候发出一句说有些事儿是自己搞得比复杂还复杂的，这是可以怎么解释？中国有一句成语不叫自私一粉吗？就是这个意思嘛。你比方刚才你前面不提到一个房产税嘛，在我的了解里，房产税是一个相当单纯的地方性的财政的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既然是如此，理论上来讲，有房子的就证明你是在这个地方上的老百姓。我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我要为人民服务，为谁服务啊？地方人民。这地方人民怎么样证明是地方人民呢？因为他住在这儿。怎么证明他住在这儿呢？因为他这儿有房子。这不就很清楚了吗？所以我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取之于你，用之于你，不是很清楚是吧？这房产税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哪想到现在变成说买第一个要怎么样，买第二个怎么样，第一个超过面积多少，这个不是越来越羊毛出在羊身上了。而且呢，你要说这个，我还在这儿看一组数字啊，就是说你要说税啊，他们说啊，现在跟房地产开发交易有关的税费已经有60多种，占房价比例保守估计也是40%，四成以上。所以他们说呢，你要真调控房价，不该是单一增加房产税，你应该税费整个改革。我才知道啊，说是1月10号公布的，2010年去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已经接近8万亿，而且各个税种的涨幅都达到2位数。达到两位数什么概念？就是这个税的涨幅超过了 GDP。所以为什么他们讲啊，说政府缺的不是税收，而是你怎么样拿这个税收啊？就像您说的，取之于民呢，再用之于它，是这个问题。这就讲到，就是石老师讲的，就是保障房的问题。就这个房子，就是说你这个钱收上来以后，就没有让把这个钱汇到，就是一般的普通民众的身上去。另外就是说，把一些正常的事情，把它作为一个临时的行为来做，比如就是收这个房产税的问题。房产税是一个临时性的动作，本来它是一个长期性的，就早就规定好的要交税的，但是为了抑制房价，就给它施加这样的税。就像你工资涨了很高的时候，为了减少你的收入，非得加上你的这个税收。所得税是这样的，它是一个临时性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房地产问题上，就像中国就是摁那个水上的摁下葫芦浮起瓢，对，就是这样的，任何一动东来一个西来一个就是搞到最后现在是房价越来越涨。再一个就是文涛你刚刚提到那个政府的税收增加率呢，确实是我明白老早就超过这个经济增长率，是长期以来都是如此的啊。那实际上还是我刚才讲的，你要把它分成中央跟地方两块来分开看来看，基本上增加的多的都是属于中央内部财政过去了，地方政府相对来讲，除了土地出让金这部分有大幅增长以外，真正这个应该是让他好好去收的这方面的制度，显然是滞后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应该是这值得政府好好去努力去给他建立一个好的制度，这体制改革。这我不懂哈，那么多的钱集中在中央财政，这个好吗？当然就是就要看你这个地方政府是不是需要很多钱，但没有钱这就不好。中央政府有那么多钱以后，是不是用到该去的地方去？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